我细汉的时阵，迄阵啊，伊是住伫大社街，出事了，阮爸爸就往生。我妈妈自我细汉的时阵，迄伊拢担任处理袂，啊，我细汉就是拢我妈妈在照顾。因为不是很正常的家庭，所以我们心理上有了偏差。阮祖籍伊计划是足辛苦啦，阮结婚所用的钱拢是为社会啊来的，啊，我当时就是同我妈妈讲，讲我要公证结婚，不爱请人。在工作上，我的要求较完美，师傅做了唔对，我拢会讲的。啊，有一边我一个朋友吼，伊捌做过我工，啊，有一边来阮家开讲，伊就来阮叔姐讲啦，讲啊，恁用力啊，好个在有你要做者，啊，无以前伊是火爆浪子。虽然像阮师傅，我嘛用三九斤买的玫瑰，啊，为阵那无缘起来吼，无咧管你啥个，迄是你要做者，他才讲，那可能是一个忧郁症。早期我们家师兄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，让我很困扰，家里的气氛也很差。我做这吼较粗重，有时啊会较早困迄落，暗时啊等伊娘家行行的吼，我拢来讲啊，你安较早回来，我爱较早困的，啊伊拢等伊拢有时啊拖拖较晚。啊，就产生我也无欢喜。我曾经两遍安尼，伫因娘家要回来遐有经过一个电报局，当时是拢桥倒摆，坐两个大人，啊两个囡仔，到迄个要上桥的迄个时间，有曾经迄个念头起来讲，为桥下来搭撞落，啊，到再拢是要撞落迄沙架，佮家己清开。美国这个移民当时都是贷款拢还了，啊，对事实不满，啊，其实迄阵仔想法就是讲我有过，我去安怎？底下卖虾的时候，我嘛是要留在遐，规家庭放掉，啊，底下家己住。下在时要出门的时候，我会炸便当，啊，去到工作场，我把便当掀开要吃的时候，我把口袋，会想到迄个厝的迄种温暖。我把那曾经带拍了吼，阿姨离家出走，啊，那去搭带回来，我来就抓，讲连工啊，迄落吼，我未过安尼啊。但是有时啊，情绪来嘛是会过。阿姨就是安尼，利用迄个921迄个阴面，有一天无意中去转着带一台。啊，拄啊，阴正阳，阴在阴脉，当时是咧去五十间学校，希望工程，啊，伫阴脉试滴，看到迄个状况，我就甲阮师姐讲，安来买一套好无？啊，伊当然是讲好。啊，阮师姐是利用这个机会，大多师姐讲，啊，你后尾去华联有出去列车的时候，你着单讲一个，哎，啊，拄啊有一边，伊也讲要去华联佚佗啦，阮有去精神，参加主讲查某有听人去咧分享。啊！当时我坐伫后边吼，唔知是安怎，目屎直流。我心下心也阁作菩萨，啊！即马碰到什么代志拢会讲啊。感谢上人创办慈济的世界，让我家师兄有这个机会，好成长他的生命跟慧命，熏法香啊，听上人的法，个性就慢慢的调整，家里呢真的是变得很和谐。这样也是不容易。我有带一个警官吼，伫咱高雄一个警官，伊起初伫这个古镇区块，就是讲牵个红线，就是让病患有活下去的机会，让捐者有救人的机会。这不是只有救一个人，这是救一个家庭。啊，佫一点就是讲精神层面吼，会当去陪伴伊。安佛教咧讲讲万法唯心造嘛，有愿就有力啦。啊，伫我心上。做这个阶段嘛，是感受到救人的感觉很好，因为我是有做靠感受。关怀的步履走进偏远的，一路走来很感恩师姐，她没有不放弃我，伊给我机会，啊，我阵嘛是讲有这个机会，好人，啊，尽量好人有机会来接受这个佛法，
我们师姐时常来讲，讲真感恩双因，因为安改变，阿佛有感受。因为到这个年纪，马尽量把在这个菩萨道上一直的走下去。